家人们呀，气死我了！大家看看啊，这个是什么啊？我一本正经的在做 TikTok 直播，但是看到没有，违规了，竟然违规了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 TK 的现状。我说了很多话，你们不信，看到没有？真实的场景，我真实的太阳的功法，但结果呢？结果就是申诉失败，违规了，认为我是录制的画面，不开玩笑嘛，兄弟们啊！这就是 TikTok，我跟你们说的东西一定要听在心里。TikTok 就是要多准备号，这就是制胜的法宝。我这个是付费流量，兄弟们，真实场景啊，真实主播呀，兄弟们，老铁们，听点儿真的信息差吧。真的好无语，真的好无语。